各位维新显示同修，十方善性大德，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新闻。今天是二零一六年国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一起关心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的各项动态。我是洪玉章。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教主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世界真和平，从祭祀祖灵起誓。这项开示。 需要共同居住在地球上的每一位世界公民一起来理解并身体力行。为了将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自文明以来因战争或饥饿和无名杀生所累积的冤怨解冤释结，宗主混元禅师引领弟子与信徒，以祭祖大典书圣的宗教典仪，以及运用许多专案大型法会，启动宗教不可思议的消灾化解力量。 为使冥界有缘无缘诸灵得以安魂立魄，阳界灾劫止息，人心获得安定，祭祖大典安定冥阳两界是一项安心的工程，也是一股和平暖流，温暖着每一颗需要的心，为您我共同的未来撒下和平的种子，即为维新上教的天命任务与修行的目标。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元旦，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 举行维新圣教第十二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欢迎海内外各界有人、善心的人士带领着祖先来参与祭祖盛典，同沾圆满法益。以下请进入十二月十八日禅寂山仙佛寺总本山进行祭祖大典彩排的报道。二零一七年第十二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将于元旦于林口体育场举行，此事维新圣教承天命。 自二零零四年起举办联合祭祖大典以来，完整的据点，也是抚平中华民族祖灵历史以来征战不休、刀兵劫祸、恩怨情仇纠,纠缠不断，转变为人人心连心、手牵手、天下一家亲的圆满结局。为了办好这圆满的一坛祭祖，祭祖总会及各地分寺道场全力以赴，加紧筹备脚步。 十八日，在总本山贤佛寺前停车场举行第一次彩排。宗主带领所有参与仪式的法讲师及贤士同修等，一次次练习行进步伐与典礼仪式，将所有动作练习到尽善尽美，于祭祖大典庄严呈现。宗主浑元禅师开始参与彩排的同修们：“啊，这十三年来，我们大家都很用心。” 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啊，我们都在啊努力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十二年来十十二坛哦，每一坛都有它的真实义。 从第一坛奉请主灵，我们的主灵云游法界，虚空法界，所以第一坛啊造型来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感动的历史，我也很感恩王禅老祖道教师行。 开这个法门啊，第二坛、第三坛就是告知当下有唯心圣教，王禅老祖、道教师长、啊、要来超度各位的祖灵，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不要再有恶念、情的轮回。 啊，第四坛、第五坛、第六坛开始就要化解干戈、息战争、解冤自结，啊，自由地主的要平反，给三族一个平等的列祖列宗的定位。啊，当时我在想起来，哪有可能啊？老祖开示，这是天意，必须要有人来努力。 依法修行，一教奉行，结果把自由平反了。啊，这接下来就是要教育目标，告诉维新圣教，他的教育目标就是万年要归心，要、啊、学《易经》。 中华五纳道统，才能追根溯源，才能印心绝明。到最后这几坛呢，就是我们要一心奉送。我们的列祖列宗，一五六一五姓氏及那么多战争王子怨灵。啊，仰仗王禅老祖慈悲的天威，台湾祖师阿弥陀佛。 啊，接引，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是我们的本愿。今年十二坛的圆满了啦，所以我就谨遵老祖师尊开示，务必把第十二坛办得非常圆满。 离祭祖大典还剩一个星期的时间，各单位皆加紧脚步准备。也请同修贤士、善信大德们邀请您的家人、亲朋好友，二零一七年元旦来临口体育馆参与五千年来仅有的一次圆满祭祖大典。维新记者游慧玲、总本山先佛寺报道。同样是祭祖大典相关新闻，进入以下的画面，关心湖内道场以及冈山道场显示同修。 为第十二坛祭祖大典展开筹备会议的情形。祭祖大典将届，湖内道场主持原理法师于十五日晚间召集湖内道场与冈山道场各班级干部同修们于湖内道场召开干部会议，为即将到来的二零一七年元旦祭祖动员各项事宜协调分配，包括前往祭祖会场的游览车集结上车地点分配。 带队车长、副车长遴选、学员信众联系及各注意事项等均做最后之确认，一切依计划执行，不要因疏漏造成意外，以及带领同修共同圆满第十二坛祭祖大典。另针对参与元月三日高层论坛加强宣导，以及冈山道场即将起建三周年祈安消灾大法会之工作分配等，也一一讨论协调分配。 全力以赴，将各项法务工作圆满。维新电视湖内新闻中心报道。同样是祭祖大典相关新闻，进入以下的画面：关心湖内道场以及冈山道场显示同修为第十二坛祭祖大典展开筹备会议的情形。二零一七年元旦联合祭祖大典即将到来，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及各分寺道场。 正加紧脚步筹备排练，祭祖总会除负责统筹祭祖各单位联系协调外，包括各相应物品及人员车辆统计、证件制作发放、人员座位安排等等事项，也都依序进行，井然有序的调配祭祖各项程序，务求于祭祖现场做到依序进行、灵机应变，圆满祭祖大典。 台北道场大安寺也提供场地给祭祖表演人员排练，看着舞团舞者辛苦排练，每一个走位、每一个手势、每个肢体语言，不断的练习又练习，配合着音乐，为每一个动作做到完美而努力，期望以最上妙的天仙天凤舞蹈来供养祖灵。维新世界合唱团也在元运法师率领下集合大安寺。 练习彩排，记住圣歌及所有演出曲目。 每位同修都在尽全力让演出达到圆满、尽善尽美，也请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尽力邀请您的家人、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第十二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圆满祖灵，圆满你我。维新记者江一稳、陈清哲联合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维新圣教自二零零四年起至二，接下来同样是宗门建设方面，在国历十二月十八日，则是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大道两旁，为南天三十三天王金身圣像安坐。 来到这个宗门圣地，您一定要带着一本宗门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对维新圣教的宗教文化有更为深厚的了解，内心触发更多的感动。请进入以下的画面：维新圣教学院十二月十六日，由规划院张院长指挥起风吊装安座南天三十三天王石雕金身圣像，宗主滚元禅师现场。 为天王金身开光，至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三点钟全部安座完成。南天三十三天王圣像安座于南天门内维新大道两旁，未来将于九龙壁前王禅老祖师尊金身圣像，成为一个庄严宏伟的道场景观。宗主混元禅师在十二月十八日于总本山仙佛寺祭,祭祖大典彩排当中。 向所有贤士同修们开示。啊，今天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也是上天所安排。我们在南天门前在、啊、排练，那么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南天门进去维新大道。 老祖出生在五个月前开始要安放维新大道蓝天三十三天王，高三米半的石雕。三十三天王在维新大道两旁，从蓝天门进去，啊，两旁的三十三天王的。 今天下午在三点多全部安好了。我们这里向过去南天门向过来，就是相辉映，禅疾三千，我是唯心圣教总坛。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彩排排练。 各位，我把你看的是，今天不是你们排练，是三十三天王在加持的，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所以这个刚才我也很感动的，而同时相回应。 各位排练一天很辛苦，但是五千年来只有这一次，是圆满的一次，第十二坛啊，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圆满之后，最近几,几天有时间，你们就去啊八卦圣城维新大道。 两旁啊，三十三天王的圣像全部都起来了。好、啊，未来保护地球的平安、世界的和平，就是王禅老祖给我们学习修行的平台。我除了感恩王禅老祖以外。 感谢台湾祖师，啊，蓝天三三天玉皇大地，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啊，清水祖师，地藏王菩萨，还有诸佛菩萨。 的加持观点，让台湾这几年来非常的平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有缘天王来加持，开启智慧见光明。欢迎贤士同修及有缘的善信大德来到南投八卦山维新圣教总坛参拜南天三十三天王圣像。维新记者有慧玲，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接续关心维新圣教学院学院大门新工起建的讯息，国立十二月十六日由规划院张院长引领专业工程人员代表以及显示同修，遵循宗主会圆禅师开示法仪，正式动土新工，祈福各项建设阶段平安顺利。请进入这则报道。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十六日由规划院张院长主持动土新工仪式，起建学院大门。 张院长于上午带领规划院所有同仁及包商人员等，以法仪、香花果传金银财帛、丙辛宫动土祈福吉祥文书等，于学院前至圣之路摆设祭坛，奉请诸佛菩萨及南天三十三天王光降加持，土地城隍做主守护工程平安顺利。张院长宣读动土文书。 并依法移于冻土范围四角及中央烧化受精供养，仪式圆满，随即动工开挖。伟星圣教学院大门将设置于学院前智圣之路起点，连接下方的停车场。未来完工之后，可以由停车场经由智圣之路直接来到学院，方便来上课的学员信众。 为了接纳更多有缘同修来易兴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学修易经风水心法，培养更多具有学术论述方面能力的贤士，学院的硬体建设工程不断在进行，也需要更多同修贤士的参与与支持。维新圣教学院也期待有缘同修贤士都能来此学修。维新记者游慧玲，维新圣教学院报道。维新圣教新店教室，国历十二月十六日。 举行王禅老祖金身安坐法仪，一起来参与当日的过程。同时，我们欢迎大家前往台湾各分寺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开启易经智慧造福人生的大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新殿教室，十二月十六日由原画法师带领辖内同修贤士，为王禅老祖金身举行入火安坐仪式，奉请王禅老祖光降新殿教室。 护佑辖内万民，法轮常转，妙法普传有缘，广传易经风水心法，四福地方消灾解厄，平安和谐。原化法师依法以眼镜为王禅老祖今生安坐之后，以香花果馔、发糕等丰盛贡品，香花请、香花迎，潜心奉请王禅老祖师尊及诸佛菩萨、中华三祖天尊等圣神光降坛城。 加持四福合会大众，原化法师一一敬香、敬茶、礼敬，并由梵贝班同修带领御会贤士众等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及鬼谷先师天德经等诸经，香烟袅袅，诸佛菩萨圣神光降，同修们诚心祝祷，愿王禅老祖师尊常证道场，法轮常转，妙法广传，普利人天。新店教室位于新北市新店区。 由原画法师承天命，在此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课程，红化一方。目前已开设三班初级班课程，欢迎新店地区有缘善知识来此接访，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避免不必要的错误途径，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维新记者张雨婷，新店教室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新信教何谓得。顶本周各分寺道场社会服务，首先带您进入台南道场主持原信法师为贤士同修新工厂主持上梁仪式的情形。台南道场主持原信法师于十二月十六日至台南永康。 为十三届同修杨贤士家族所开设的水电公司进行上梁法仪。杨贤士非常的护持台南道场，自道场建设所有的水电工程，以及现在各大大小小的法会所需要的水电工程，都全力的护持。上梁法仪在上午时间辰时开始。原信法师先指导众人摆设供品，并加持净水，眼进大梁，贴上金刚大法印。 以及绑上七色线，遵照师父慧圆禅师所传之妙法来圆满此次上梁法仪。法师带领水电公司各单位主管等，焚香恭请王禅老祖师尊、南天三十三天王及诸佛菩萨光降坛城，加持护佑工程圆满，事业兴发顺利。同时恭禀上梁祈安吉祥文书，并由杨贤士及其兄弟众等一起鸣炮上梁。 台南道场主持原信法师开示：“此吉时为雷地狱卦，是青龙得位，更增添喜气，让公司经营顺利，人员平安。上梁仪式圆满完成，原信法师祝贺杨贤士新厂开业顺利。杨贤士也十分感谢原信法师为其公司主持上梁仪轨圆满。”维新记者陈宗南台南报道。 分四道场社会服务接续前往台中，由中港道场原普讲师为善信冯先生工厂扩建，于十二月十六日主持土地公出火仪式，预计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新工动土，相关筹备的情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港道场原普讲师受冯姓大德邀请，十六日子时前往其工厂。 为其主持土地公出火站错仪式，以便工厂扩建。冯先生由于业务需要，预计扩建工厂厂房，故礼请元卜讲师先至工厂勘察、量测坐向，并选择吉日吉时，为工厂供奉之福德正神进行出火仪轨。站错于办公室一旁，以利工厂新工动土。元卜讲师十五日晚上抵达工厂后。 即依照妙法普传所传法仪，由冯先生焚香禀报福德星君，并挂碑请示或圣杯允准后，原普讲师协助将土地公金身出火迁移，随即以大悲咒水洒进工厂四周，并张贴榜文通知五音十类鸢飞软动，避免动工误伤。仪式圆满完成，并预计于二十五日举行动土仪式，动土扩建。 元普讲师于上午转往诚信大德家中，为其主持旧宅神位出火及祖先牌位迁移科仪。陈先生购置新宅，旧宅中所供奉之观世音菩萨金身圣像与祖先牌位，均需迁移至新宅重新安坐，因此延请元普讲师协助出火仪轨。讲师于四时开始进行出火科仪。 由主人家焚香禀告观世音菩萨与家中祖先，随后恭请菩萨金身出火，并家中祖先牌位一并迁移至新宅占座，则即日吉时另行入火安坐，法仪顺利圆满。维新记者郑玉薇台中报道。同样是社会服务，台北树林大安寺助念团，国历十二月十七日为到场显示同修服务。 往生梵呗助念是安定名扬的起始。法仪中宗主慧圆禅师的开示十分殊胜，祈愿新归元，蒙佛指引，早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请进入以下的画面：宗教心法直指人心，宗教法仪往往能够帮助往生者见性成佛，亦可由法仪开启孝眷亲属之心开意解，尽大孝之道。 维新圣教秉持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宗教之心法，因缘和合,合，由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谕开示，祖德流芳，圆满法仪。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助念团依教奉行，与有缘大众结系善因缘。台北道场大安寺第十四届欧贤士延至大安寺范贝班同修于十七日前往欧贤士家中。 为其亡父助念，同修依循往生助念仪轨，攻读往生助念祭文，开示新归元世间业力功德圆满，因舍贪着嗔恨无知诸行为与心念，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范辈贤示同修们恭送阿弥陀经》一部，唯仰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新归元听经闻法之后。 当下顿悟，世间一切皆无生，心开意解，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祝念法仪圆满，唯新贤士同修们向欧贤士表达慰问之意。欧贤士亦十分感谢范贝班同修的祝念，唯愿佛菩萨慈悲接引亲属长辈往生佛净土，了脱生死。唯新记者陈清哲，新北市报道。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包括易经、风水、教育、学术、宗教信仰等丰富奥妙的宗教文化，总是让人产生无数的好奇与疑问。每周的维新新闻将以传播之所能，提供您更进一步的了解。感谢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维新新闻，欢迎您在每周六晚上七点三十分，以及星期日早上七点三十分、下午一点。 准时在维新新闻相聚，一起关心维新圣教的各项动态，祝福您福慧增长，阖家幸福平安，再会。